这个讲义也已经都设计的哈，已经很详细了。刚刚的答案就是在这边哈，所以你往上推，这边就有讲义啊，就是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放大哈，啊再看一下里面的东西，或者把它放就是印出来的话，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。照着这个打了哈，然后这第一个啊，往后的东西也都有，全部都在这个地方。第二个就是说呢哈，我们在云端上面就是。白板上面的下面那个网址，请各位注意哈，以后你就把它记在你的笔记本里面，比较看得到，因为以后上课就是我会说东西在上面，请各位到上面去找，好，每一次这八次上课都一样，通通在上面哦，哈，那这个网址的话哈，有个 QR code， 你也可以用手机去连接，啊，加到我的最爱好了，以后你也不用再去找了，或者是说呢哈。里面的东西哈，特别注意就是这些都在了。然后云端白板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有些同学真的打字还是会不太行，光没几个字也可能因为你们还经验值还不够了啊。所以记得哦，今天是文字与资料函数的，那刚刚的程式在这里，程式嘛。啊，如果你刚刚动作比较慢的同学，请注意哈，把这个点开来，好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有什么呢？门号有没有看到？当然你这个地方可以复制啊，不过我比较建议你右上角有个弹开，弹开之后有没有？你看到 sub， 这个 sub 是门号，从这边一直到复制到这边，总共有五行 ，Ctrl C， 有没有 ？Ctrl V， 好，如果你刚刚跟不上同学哈。请你先做这件事情好了，你如果没有对哈，假设没有的 ，Ctrl V 贴上，你会发现一模一样哦，就会有了哦。那如果你像我刚刚同学好像一直有错误的话，那你就怎样比对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哪里不一样哦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刚刚有同学问到说那个 format 这个函数哈，里面为什么要加000？像 test 也是加零，那实际上如果有一些细节哈，假如你想知道更多的话。其实有个方法，以后呢，我们写过的函数，你都可以按那个 F1 是什么？就是我要查这个 format， 它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详细的说明？你可以按一个 F1， 那就会有相关说明了。有些东西哈，其实不用死背了，因为这些东西的话都查得到。你需要的时候呢，再到哪里呢？再到这上面按一个 F1， 或者是说在上方有一个什么呢？说明档。它一样可以跳出来，好，那这里面的话就会详细跟你讲说啊，这里面 format 里面哈，到底要加什么，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格式出来啊？不过细节我想哈，因为有同学问到，我顺便讲一下，好 ，OK， 那这样的话呢，里面有没有出现什么？它这边请参阅，然后要放什么东西啦？好，然后相关的，OK， 是在这里，好，而且甚至可以格式化日期啦等等的。不过其实看的哈，是写的实在是不是很那种人性化了哈。然后有时候我会看范例啦，范例里面有一些就是说可能比较看得懂的东西啦哈，再稍微参照一下哈，大概会有这些东西。第一个哈，那第二个就是说呢哈，请各位就是把刚刚这一段程式跟这一段程式完成。如果你是在动作比较慢的同学，干脆先把上面的复制。记得哦，云端上面哦，弹出之后哈、把这一段门号有没有跟到这里头尾 Ctrl C， 然后切过来到这边，好、贴上 Ctrl V， 好 OK， 这样的话就可以继续下一阶段，因为下一阶段我们要做两个按钮，因为做按钮也很重要嘛，你写完之后不会按钮的话，哇，那怎么办？以后总不可能说直接跑到这边执行，人家麻烦的要命，对不对哈？还有哈，特别注意，刚好同学我发现几个问题，因为之前也有同学哈遇到就是 VBA 的环境，他就是因为有的人哈好像看到叉叉就一定会给他点一下，看到叉叉就很我不知道习惯上叉叉就是想要把它叉叉一下哈，然后就是。好像有那种好像什么看到气泡那个就想要把它压一下，这种有点是 ，OK， 那问题来就是关掉之后怎么办呢？全部都关掉了哈。然后他之前有同学就是关掉之后呢，想说，
再进来一次会不会就好了？好像不会，就他就很多次这样子，就很悲剧的哈，就是很那种问我说老师怎么办？是不是要重灌了？这样好像坏掉了，怎么办？其实如果将来你遇到这样状况哈，记得哈，所有的画面呢都放在检视里面。那如果说最重要那个叫做专案总管，你把专案总管怎样叫出来，他就出来了。那我们程式写在哪里呢？写在模组里面，所以请你把模组点两下，它就出来了。OK 哈，所以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练习一下，不把它关掉一下没关系。好，然后再检视专案总管，模组点两下，也就打开了。好啊，然后请注意哦，如果你这个两行这两个程序来不及写的话，请你到云端复制贴上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练习如何产生按钮，可以这样子，也可以这样子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两个按钮哈，感觉太呆板了，你也可以插入什么？插入图案可不可以？比如说呢，我想要插一个笑脸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啦哈。比如说你觉得这笑脸按右键，先插入之后按右键，然后可以指定怎么聚集，因为我们写出来那个程序。在 VBA 里面其实就是聚集啦，好，然后呢再指定门号，按确定以后呢，你按下它一样可以产生，好，然后你也可以加一个叉叉清除 OK 也不会有问题。不过你要先把这两个写出来，不然那按钮没办法练习。 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好，那两行记得在云端上面就是下面这个网址就有了。好，先试试看。好，那规则原理原则如果一下子记不太牢没关系，就是我都有录影起来啊，你回家再多看过，然后多打几遍啊。我想这是最基本，因为后面会有比这个还要更复杂的东西等着各位的啊。但是都是从这边演变出来的啊。那我讲过了，其实基本上我这边程式已经都很短了，没有几行，你不用太担心。而且这些怎么写出来都是看到上面有什么就写出什么，是直觉的，所以也不用背啦。所以这部分的话，当然你要也至少基本的原理规则你要至少该记的还是需要记，但是不用死背，因为你多打几遍之后你就熟了。